你为什么在家里突然用这个造型？因为要保护。保护什么？保护头。是妈妈跟你说的什么？保护头。保护头就对了。嗯，我已经听到要保护头。哦。保护头的。很厉害耶。这样可以保护，还得跑步。哈？还在跑步，还可以跑步，还在跑步。我今天倒倒轻轻，我都没有做几组，我很难做啊！不要啊！不要难做就好了。好酷的一个头！我要去蛀牙。好啊，你蛀牙，你很蛀牙。要蛀牙，那就对了。啊！你怎么回事？他说他要自己脱衣服，他就卡住了。好，那你继续脱下去哦。你好棒啊，自己给我脱。哈哈哈哈哈！要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去脱。Oh!